早安，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一天，我现在呢就要去吃一家我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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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的咖啡厅。那家我真的是爱到我连晚餐都会去点他的 brunch 来吃，你就知道我真的早午晚餐都可以去吃那家，超爆爱。不败的 set， 黄金嫩蛋加德国香肠加谷麦 yogurt， 然后我这个谷麦都会分开放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麦片软掉，所以特别跟他要求。我妈的丹麦面包， OK， 不喜欢面包。我连假之后也蛮多功课要交的，没办法怠惰，所以呢第一天先赶快把功课做完，后面就可以很棒，赶快开始吧。稍微背了一下日文平假名的五十音，然后就做了一个 PPT， 虽然还没做完，还剩几页，因为我要回家了，但是我回家会继续把它做完。回家吃晚餐，说一下我网球课的成果怎么样，应该不怎么样啦，我才上两堂课， but anyway 还是来试试看，来就一起去打网球吧。我就先当反弹球员的概念，没关系啦，先吃早餐，太早吃了，好晒哦。She wonders why she's holding down. But I said, baby.
我要亲自去跟朋友烤肉啦。今天打完网球回家就不睡午觉，就有睡饱饱，等下烤肉就可以精力旺盛的吃，而且今天有运动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，我也想烤吗？他好忙哦，然后我就在这边等中秋。他们丢过来的。